这边也一样，对位不错，有一个抢断，二打一的机会，林志杰再来，再来，还再来，这就太可怕了啊！广厦队拿球，这些效率和限制对方的发挥，就是在比赛当中这些细节。哦呦，真难啊！林志杰在这个回合的进攻当中，一直是面对对手的双人防守，还是林志杰出来接，最后落实到个人防守。我们看王守宏，王守宏防守也是不错的。对，再看林志杰的个人能力，漂亮！林志杰没办法，第二个三分球高达50%的命中率，场均能进1.3个。林志杰今天的第三个三分球。林志杰再来，这球犯规了，两次犯规，两次失误。真快，一步就过。对，林志杰这次又被放空，他还能命中。都是时候了，还是分球。真快，很无私。林志杰今天第5个三分，再来。36岁的林志杰，这边也一样，对位不错，有一个抢断，二打一的机会。林志杰再来，再来，还再来，这就太可怕了啊！赵云浩没攻，哦呦，这球也进。季后赛该他站出来，这是他的本分。但是今天状态这么好，一定是在准备的这几天的过程当中自己对对手的研究是很透彻的。深，咋还分呢？多余，再往出转没时间了。哦，又进三分啊！篮板球很关键，看不清啊，在林志杰手里，强二加一，哎。篮板球抢作一团，因为老将这个阶段其实挺可。一打一，再给林志杰，还是完全的空位，再次压哨进攻，今天自己的第8个三。我们再看这个时间的控制，还是福德森，走到一半交回来特别好，他们一直没有找到一个明确的解决办法，所以可能在限制起来上还是有一些感觉准备不足。